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局上半场，阿尔夫这边阿尔法上场，然后监望者勾过去一勾跟过来，草哥这边的话有昆虫的掩护，可以顺利的进鬼屋，但 Elf 这边第二勾拉近距离，哎，他没有防这波，你别说啊，这波鹿头这两勾交的好好啊，而且他能不能再上车，因为监望者当时并没有在上面布夹子。对，但这个地方你要上车，你得先挨一刀。对，你是必挨刀的那种。打一刀再上车，不太够吧？够，有点勉强了，勉强。因为监望者还能。飞轮没好，这边鹿头。第二勾没交好，当然这边的话，草哥因为想防这个应激，要不要放完？想给你打，想留应激。这个应激留了呢，你拿的存在感，你要知道的是一点是什么，这个应激留了就是虾哥这边要来救人了，那个钩子，因为他这边的话昆虫有薄命，那个守墓人有薄命，但是虾哥这边要是过来救人，哦不用，他可以这波薄命待会儿倒到对面去，然后让虾哥来救，对对对，可以通过薄命去挪一个位置，交铲子了这边，那没什么问题，那没什么问题。就这个应激留了的话呢，对穷者来讲保平还是有机会的。真是不太行。出来再勾一下，让他血线下去一点点，要搏吗？一刀打救下来。不过也是救下来了，但你这波的话其实不是很赚。这边可不可以先上去把夹子铺了呢？然后把人往远挂，铺这个位置吗？等一下把宰了之后，一勾挂了。不过反正心理那边也牵，心理这边的话飞轮交掉倒的位置没有刻意的去往地图的另外一边走，是怕倒遗产吗？昆虫这边再救人的话就这个印记就留了没有太大意义了，虾哥没有过来，那这个印记留了就没什么太大意义，就是两波薄命套，昆虫也是我化险为夷的，这应激留不了了，没什么。对，这应激没什么用了，没有想要去打这个应激吗？死保的，然后让。哎，其实病患过来救人，我觉得还行啊。所以监望者这一波没有时间去铺夹子，很亏啊。看能不能勾到，能勾到吗？抬钩。回头看了一眼密码机的一个抖动，应该是瞄到了。虾哥那边的机子应该瞄到了，这边守墓人的位置也知道了，那也就是这边昆虫的话好像救不了人了。对，我把你勾回来不就好了？这个救不了人的，有飞轮。勾你救不了了。妈，没有的。卡住打一刀，哇，这把机机这个节奏传送落地秒守墓人也行，这边直接抓昆虫也行，他们的机子差好多，交闪现也没打到，但是无所谓，虫子也没有了，是没有过落地僵直，铺个夹子，抬个钩子，核心问题这守墓人也救不了人呐，这一波我觉得求生者在安排上面有点奇怪呀，你还不如过去，你到后面我把你勾回来，你拿他一点办法没有，然后 Elf 这个防守呢也做得好，现在角度来看虫机这把呢也很危险，非常危险，而且是是的，且现在的话，其实月亮和这个大毒，你要补密码机还要极其危险。被发现了小明的位置，这一边铲子可是小心点啊，可以打出来，打出来还能续钩。是，而且我也知道你外围病患本来是在终点半场的嘛，你过来都没那么快。对的，勾过去那边能救是能救，但脸上这边也是个遗产机啊。第二个铲子是续不出来了，给减速上到了，要倒了，勾到倒地，那直接挂上那边过半，密码机的话差了两台，是个上挂飞，遗产不能挂呀，不能挂，挂了就走地窖了，对对对对对，他也知道，哎，那挂不挂？到底是什么选择吗？放，哎，对，因为挂了，这边病患是可以跳地窖，或者是有机会跳地窖的 ，F 这个四抓就没了。等你好，那这边牵起来。对，因为对于阿拉挂上，现在有个人卡在这台遗产，然后外围有个上挂。因为这边有一台60多的遗产，这台机子一定修不完，所以穷者这个局就不太可能打出开门战。病患这边位置暴露。我在摸道具，不是躲起来了。看这一次到底摸什么道具了？摸了个魔术棒。这边想要勾到。勾到了，那先打。等飞轮漂亮哇 ！Elf 今天，今天说实话 ，Zeta 的求生者啊，不是 Zeta 的两个监管者都跟嗑了药一样，怎么这么猛啊？能卡半救吗？卡半救的，那卡半救的话，这边抓昆虫，将昆虫先挂飞。我也知道你有个上挂飞的人在这里，先把昆虫挂飞了。两个，一个上挂，一个上挂飞。哎，勾到了，怎么回头了？那守墓人逼你交自己，这边的话抓。拿出台大遗产就是了。那主要是你回头了，把你击倒了，你们两个拉不开啊！我继续追昆虫怎么办？这波那边倒了之后，我现在还能这波不能是他为什么回来吃了这一勾啊？那边是上挂飞的，那躲不掉了，这个位置肯定躲不掉了，只要勾墙不勾人不失误就行了，没关系，
雪克，雪克魔术棒。是的，就之前的话其实还是有这把机器打的，说实话值得复盘一下。他们这边呢有些问题，就那个应激，应激有的情况下病患过来救的一个收益其实是很高的。虽然说鹿头这边可以用勾加刀的伤害来补这个应激，但是他也不一定勾得到啊。而且病患带飞轮有钩子，他其实在救人环节会更加适合一点。监管者知道你在修那边，我也不想再招底牌。这一把监管者应该不会给你们随意走一个了。那这边守墓人教自己勾出来，没办法，是这样子的，这个铲子一勾就勾出来的。有闪现可以切传送，牌也还在手。对，他这个位置可以慢慢打，也不着急。主要机子不够，再流血吗？可以，又要开始流血了。那病患的话，这边得思考一下了，这个密码机的情况怎么办呢？然后鬼蜥蜴很多，先敷甲子。对，其实我现在甲子的话，在密码机跟地窖附近布都行。对，但是是这样子的，有飞轮，病患有勾有飞轮，他是有机会玩一下的。对，但是也很难，但机会不太多。又要流血了，对于机器又要开始漫长的流血长征了。自己没有了吗？那求问者这边要走太难了。太难，应该是个四等局了。而且我已经在这边去慢慢排你的二 D。对，如果现在吉吉如果再能够流血的话呢，这估计要上热搜了。剩下的遗产是比较多的遗产，没开二度，不太一样，它将近70。对。大帅这时候不来个红包吗？没钱了，还剩93，怎么来红包啊？不要不。不要再来红包，我不会说话了。虽然说这个局讲道理啊，99.99%的可能性这个局是四抓，但是因为机器之前有过这样一次经历，再加上 Zeta 的监管者确实当时莫名其妙的 A 了一刀下去。我们现在看了这么久了，练的队伍确实都很容易吃到鹿头的这个版本强势的红。对，这个角色确实很强，乌鸦爆了，没办法了。好，乌鸦了。想摸，能摸起来，但是摸起来意义也不是特别大。一勾一刀，一个勾一个刀，勾勾病患，然后呢不着急往前面压，一刀一勾，没办法，就是个四抓局，太顶了。他甚至都可以把这病患挂了，为什么呢？我这边地窖放夹子的，对吧？你守墓人搞得有飞轮能破夹子一样。等个钩子就行了，抬钩子要倒了，这个位置架住，要倒了。可以勾到了，这把的话应该是值得好好复盘一下。我觉得鸡鸡，但是没关系啊，就马哥还没打嘛，对不对？这张地图你搬女鬼，马哥能打的东西也很多啊，马哥能打的东西也很多。真的想赌一个四拼一个四，马哥套个破轮出来，对吧？马轮。姜子很聪明啊，没办法。金花子是知道的，而且这个地方你其实能排的地方也就那么点，你过去那边桥上没有，右边没有，中。